运动的时间呢、啊，我们每天都看这么多的比赛，当然呢，很重要的就是打比赛嘛，一定要运动加精神，对不对？最讨厌有人有一些小动作了。是我们今天首先要带大家看的运动，其实就是美国职棒大联盟最近在进行的这个国联冠军系列赛。但是现在我们要请你仔细看一下现在我们旁边的这个 play， 因为这个主角是谁 ？Machado， 他在今天呢二局跟四局上的时候。从一垒往二垒跑都被摄影镜头拍下了这个动作，就是他在跑上垒包的时候，他有刻意用手去拉扯当时在防守在二垒上面的这个 Arcia 的动作，而且还不止一次。刚刚我跟您说了、就是二局跟四局的时候，他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动作。当然呢，最后很明显被拍到，是很明显被拍到。而最后呢，这几个动作其实的确也让 Arcia 在手背上面出了一点点的小差错。那这两个动作呢，被上传到网络上之后，网友当然也开始讨论了。很多人认为他是有一点没品的状况啊，但是。无论如何，道奇队在今天这场对上酿酒人的比赛当中，还是以0-4输球。最大的问题不在于这个 Arcia 到底有没有被干扰，而是道奇队今天呢，在这个得点圈的得点圈的攻击上面，几乎是完完全全没有把握住的。冠军战 Game Three， 看看今天道奇球场外停车场满的水泄不通，走进球场一片蓝，看来来犯的酿酒人绝对不会好过。话才说完，酿酒人马上用棒子让你看看到底是谁不好过。垒上的 Yelich 三步并两步跑到面目狰狞，绕过了三垒垒包之后，马上在一局上攻下了酿酒人的第一分。国联比赛投手需要上场打击，但不是人人大谷翔平。道奇队的 Bowler 在满垒被 K 掉不打紧，要压制进行酒鬼可是一点都不容易。Arcia hits one into right, back at the wall.七局上，而 Arcia 禁止两分炮，通过三垒还摆个 pose， 把主场打到安安静静。慢动作重播看，这个96.9迈削到好球队上缘的漂亮速球，已经投得很好，但打者打得更好。第一时间不一个，还想试着在墙边捞捞看，但最后只能低头叹息。不过道奇队的机会终于来了，九局下半靠着保送形成满垒的大好机会，但代打上阵的 Dozier 却看着这颗削边球，活生生的让自己被三振。Yeah, I mean, I think, you know, for Orlando, it started in game 163 against the Cubs. He gets four hits that day. And Orlando's, you know, always been a guy that, you know, you want to.Put a moment on him, you know, put pressure on him, put a big moment on him. 酿酒人靠 Orlando 处理大场面，但道奇的大场面可是两度被浪费。东京道奇本场一共有20次残垒，只能恨自己棒子没用在刀口上啊！中场0-4，道奇目前1-2，在系列赛屈居下风。三里秀文动吧。好了，轻松一下，来看看这张 CG 怎么一回事呢？中文真的很难，我们都知道，但问题是怎么会讲出我是你爸爸？这怎么学的呀？我要先问你一个问题，你知道 Nice to meet you 的中文是什么？就你好吗？很高兴认识你，这样子。是，没错。但是过去热火队的这名中锋 Hanson Whiteside， 他跑去中国大陆打球的时候，他就问了他的队友这个问题，要怎么样说 Nice to meet you？ 结果他的队友在当时居然就回答说我是你爸爸。于是他就学了这句中文，到处去跟人家讲说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但是他后来很好奇一件事。是啊，就是为什么我每次在讲出这句话之后，对方好像都没有给他一个很正面的回应，或者什么的时候，我也是很高兴认识。对，没错。结果搞了半天，他最近回到美国才知道，原来他当初完完全全说错话了。于是乎，他在面对这个媒体镜头的时候，他也是蛮尴尬的。只能说他的队员真的很坏，干嘛这样子恶整他呢？对不对？是啊。但是这是小插曲啦，就是可能球员们之间大家开开玩笑，对不对？但是一旦上场，真的就不是玩笑了，一定要来真的。NBA 的例行。新赛呢要准备登场，今年大家非常的关心勇士队啊会不会拿下3连胜呢？已经连续2年了耶，尤其是在总冠军赛上面的3连胜。但是今年除了勇士队之外，还有很多支球队受人家关注，包含像是加盟 LeBron James 的洛杉矶湖人队。另外在东区的部分，还有人看好一支绿衫军波士顿塞尔提克。到底为什么看好？来看看我们的分析报道。
NBA 新赛季17号开打，卫冕军金州勇士球星把握最后练球机会。The win of three-peat is something that I think will keep us going throughout the course of the season. Knowing how hard it is to win a championship, no matter how much talent you have, you got to be on mentally every single night if you want to win. 三连霸能否成功？拉斯维加斯赌盘十分看好，就连转队西区的小皇帝也这么说。I mean, there's a lot of championship contenders, but there's only one champion, and that's the Golden State Warriors. They're the team that everybody is trying to catch. 哪怕今年休斯顿火箭队排组重建越补越强，就是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。但最近美国 ESPN 知名评论员 Steve A 却接二连三丢出不同看法。And LeBron is going to be the league MVP this year because I believe the Los Angeles Lakers are going to the Western Conference Final. I give them an 85% chance to come out of the East.And I give them a 50-50 shot to knock off the Golden State Warriors and win the NBA championship. 根据 ESPN 大数据精算，塞尔提克今年有望拿下55场胜利，进军季后赛几率是99%，但拿下东区冠军几率38%，总冠军的几率就更低了。除了是因为无论冠军赛要对上勇士还是湖人，通通不好打，更别提同区还有一组进化了的多伦多暴龙队。老鹰虽然今年恐怕仍旧无缘季后赛，但加入林书豪以及新秀 Trey Young 势必能给绿衫军一点威胁。新赛季即将开打，哪组专家的预测最后精准命中，口说无凭，打了才知道。三立新闻邓报道。